我不知道许明真的，我平常心讲，我不知道许明真那么可爱了，你知道吧？许明真那么可爱，然后居然会挪用公款去办演唱会，被告贪污被告，我靠！哎，贪污被告，这中华民国的部长刚刚下台，我靠妈的！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要得罪赖赏，得罪赖赏的结果，我告诉你，变成贪污被告。大家现在看一下，还有全世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柯P的演唱会，一个是许明春演唱会。你看我们许明春陶醉成那个样子，嗯，然后他的礼服，这个礼服也花不少钱了。吴董，你家有乖有好孙子嘛？小孙子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衣服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《冰雪奇缘》Frozen 的 Elsa 就穿这一套。啊、哦，就被他穿起来，你知道变什么吗？不是 Elsa， 穿起来变 Lassa 啊！大家看看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劳动部长，他唱了40分钟的演唱会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还不要讲，他的大姐大后来还跟他加油，过去逮他店给他加油，结果变被告365万公款是什么钱？我跟大家讲好不好？叫做劳叫做什么？就业安定基金啊，对，他妈的，他拿就业安定基金开演唱会，他把就业安定基金拿去快去开演唱会，就业安定基金干什么？很多公司倒闭了，我台开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故意给他妈的给他停业嘛，我办理，我台开公司故意给他办理停业，我为什么故意办停业？因为停业之后可以去申请就业安定基金6个月嘛，你知道吧？6个月之后，然后我再把他回聘回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吧？我马上，你拿了6个月以后，我再回聘到我公司来，我在照顾我的员工嘛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干。哎，这个就业安定基金，你妈的，我们一个人领2万-3万块，员工就业安定基金领到的那个失业救济金呢、啊，就是失业救济金了、啊，对，2万块、3万块尔嘞，然后计较到要死嘞，对，跟你算东算西，唧唧歪歪，他妈一大堆找麻烦的。搞了好几个月审查才给你2万-3万。对。许明春办个演唱会365万。356万。啊 ,356万。他一个人就唱掉了。他唱歌爽的。然后还旁边还有人还有。伴舞。还有舞群。不，后面有舞群，前面也有舞群。前面的观众席还有人那边带动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热闹非凡。你说这种人哦，而且他干了2200多天的部长。史上最长，就回到了许明春是谁？叫我们反过来问许明春是谁？民进党从创党以来，很多人莫名其妙跑出来。许明春啊、哦，他就是以前陈局市长的副市长、律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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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是个律师。他跟民进党一点渊源都没有。他也是律师哦。他跟民进党，他就是他的私人律师，后来当法务局局长、他就是一个会拍马屁的一个律师。他早年是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根本跟民进党一点渊源、一点瓜葛。我们当年在街头混过，我们跟国民党对抗，我们有街头运动去打过仗，我们选举，我们下去拼过，我们有很多战绩可以拿出来谈。民进党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对我比较，我现在嘎嘎笑？因为我们是打过仗的人。许明春这个人没有打过仗，很简单，他只干了一件事情，就干法务部长，就干了劳动部长。劳动部长手上管5.7兆台币，控制台湾的劳退基金。妈的，这个利益太大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看看，好，我们再来过来看这个谢玉荣，谢玉荣的办公室，谢玉荣干嘛？在也是，你看到没有？又是一样，这个安定基金也是一样哦，又是就业安定基金，两面墙哦。他两面墙都有那个，我们有没有那个照片？碎碎啊，植栽，就植物哦。他的办公室的后座，然后整个都有那个藤蔓哦。你看，哇！那这是会客室哦。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会客室，然后会客室呢，你看、各植物，天空也有，顶天蓝天绿地，全部通通都植物。然后他办公室后面都植物哦。然后你知道他的植物怎么养的吗？他上面打那个轨道灯。好，一年四季哦，我不知道应该是用卤素灯哦，因为卤素灯会晒黑哦。每天给他是主要照那个植物。你看在他办公室后面也有植物，他绿化，他绿化，绿化，然后给他阳光，然后他绿化，然后工业风地毯全铺哦。我没有看过有办公室那种主管的地毯铺地毯哦，好的地毯哦，然后花100多万。
安定基金，就业安定基金，也就业安定基金都是这个钱，知道吧？全部是政府的钱哦，啊，然后现在新北市干嘛？新北市把他妈先禁管，新北市这一次哈、哦、加到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看了橘子也跑掉了嘛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陈启玉也差点跑掉嘛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也这个家伙，你看到没有？新北检察官证明办案需要谢玉荣涉渎职罪，先尽管再讲。吴董他会不会被羁押？哎，他这个很难讲，他渎职罪很难讲。他妈的，因为压他，要不要压他？目前新北检的这个秋楼啦，哦，他还在做好多事情。第一个先帮他尽管。第二个呢，他把许明春这个被告的案卷转移到新北，对啊，从北检转移到新北，钟小平竟然成事了，跟钟小平没关系，给他蹭到了啦，给他蹭到，然后他们用的钱都是就业安，都是安定基金，对，所以都是用公款，所以用公款花钱干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会不会被羁押，我不知道了哈，但是我现在讲很简单的。这件事情很简单，谢宜容搞死他的这个同事上吊自杀这件事情，我要问你，最大的苦主是谁？谁？赖赏嘛、哦，对啊，赖清德挂了嘛，民调狂，赖清德民调挂了嘛。正常饮食还是吃不到足够的胶原蛋白，我都额外的补充，要吃就吃最纯的、最好的旺旺食纪言德国胶原蛋白生态，原料来自于德国百年大厂，由美国 FDA 最高等级 GRAS 安全认证，是100%胶原蛋白，无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物， SGS 检验无重金属，无西药的成分，吃起来好安心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吸收效果要好。旺旺食纪言德国胶原蛋白生态，以特定的酵素将大分子胶原蛋白切成专一性活性胶原生态 MCP， 分子最小，好吸收。旺旺食纪言德国胶原蛋白生态能帮助银发族维持活力与健康，老人家特别需要补充，对更年期妇女和产后妇女也很有帮助。手术后要修复，要调整体质，吃胶原蛋白绝对没错。另外，想要加强皮肤的 Q 弹、好气色、养颜美容，选粉红色的这一款；想要额外强化行动力，全身上下更灵活有劲的，选蓝色的这一款。要吃就吃最纯的、最好的。旺旺食纪言德国胶原蛋白生态，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推荐码有额外折扣哦。